湾跑跑走，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。李雄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来，这玉井的这个糖厂哈，伊的冰淇淋哈，啊，口味真多啦。比如讲，伊这山啊，迄玉井啊，山啊，足多啊，所以当然山啊冰啊，上界受欢迎。所以，佮有这个红豆冰啦，哈，啊，佮有迄个各种无同款的这个水果。那么，会使讲咱即马也是去台糖啊，专台湾所有台糖的这个糖厂哈，大部分哦，足侪人哈。去啊，不是要看糖啊，无咧生产糖啊，唔吼啊，生产的甲新两间一个后卫，一个即个鲜花嘛，吼，我会记得是安尼。那么其他大家就怎么吃冰啊？后来很早来其他吃冰。这架蒸汽火车头真罕见，即马藏伫个即个园区内底，互大家做纪念。这是十八年事件，也就是西来安事件的纪念园区。这位就是十八年事件的主角余清芳，伊是利用着迄时阵社会上不公不义的气氛，起来甲日本人相台。当然，这个行动到尾啊嘛是失败。是怎样的失败？在这个纪念园区内底，一定有足详细图文并茂，甲你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尾仔日本人派了军队来甲伊镇压，余清芳去予日本人掠去，掠去了后由地方法院判刑。当然有数百人跟随着伊的人，拢是被枪杀了。在这个馆内底嘛，展示了真侪迄时代的用品，比如讲迄时阵军人的帽啊，或者是警察的帽啊等等。台湾人袂当唔知影台湾人的故事，所以特别带大家来这纪念园区内底四处甲伊看看。园区内底嘛，利用着古早时代的宿舍，展出着真侪玉井糖厂伊所产出的无同款糖的产品。好，今麦来讲芒果冰淇淋。这是家己自创的。玉姐啥？冰淇淋哦，水果冰淇淋。都是芒果，不是哦，不一定哦。芒果、百香果、巧克力、糯米、洛神、情人果、芭乐、柠檬。景台糖的制冰器哦。对。这夏乐的品牌是台湾人家己创立的，爱改我问一下。百香果。冰淇淋。芒果吧，芒果，啊，来这有不是啊，掺豆浆嘛，加豆浆的，加豆浆哦，啊，别人咧加牛奶加豆浆嘛，我加豆浆，你不加豆浆，这个我这个没有加豆浆，这个是芭乐，芭乐，哇，你这入啊入水行，加水，芒果，百香果，对，你看我把小的，安尼纪念园区啊，我看过啊。长知识啊，所以各有好食的冰淇淋，这台湾话讲叫做有食，各有掠啦。来，咱来看这间啊，这间叫做有煎冰铺哈。这个我讲，你那是在过年过节的时阵，那还得了啊哈。啊，这尤其是 weekend 的时阵，这少年啊摆个甜甜的，伊不是那一间尔，对面还各有一间安尼啦哈。啊，这间的这生意非常好，就是上界有名的是芒果无双，呵呵，这个就是芒果冰啦，酸冰就对话啦吼。
啊，这间呢，这头家也真心笑了哈。我去到我一家的时候，哦，我讲到这个很出席的这个总统啊，公家呢讲，我绝对要倒伊啦，安怎？我写的安怎呢？对伊这人家好，伊讲，你唔知我地当的时候，那总统吼呢，我甲阮斗三公的吼，唔是总统啦，迄阵不是总统，伊讲，我市长我甲阮斗三公的，所以我绝对要倒伊啊。哎，这间呢有感哦，有感。后来，咱做来看卖。那是讲到山药冰、芒果冰，那么就是吃肉蒸的上解嘴。你看，差不多几钟头拢在卖冰。二十几档啊！啊，我已经开始的嘛，创始，我已经开始的。民进要做一袋泡泡烟。哦，个人泡泡烟袋哦。他们之前是做八宝。对哦。嘿，对哦，伊，阮芒果冰做个形态小小，啊，插伫伊个冰袋，无霜的冰袋是正霜咧做较天然。哦。是我上一摆看较调的，较香。天然。哦。系啊，所以要食我较个，也是要食较香，伊个天然。哇，来不错啊！哇，那真水。四位吗？其实这间在假日的时阵排队都爱排足长。上届有人气的冰品叫做芒果无霜，伊是用真材实料的山药冰砖做底，然后顶端才放着爱文芒果的果肉、果泥、情人果加炼乳，刷嘞，够一球芒果冰淇淋。冰的顶端，迄山药放加安尼甜，哎，看你到底都真好食款呢。一般来讲，野山冰有三种色水，除了黄色的山药以外，有绿色的情人果，甲着红色的草莓。店内的招牌是无霜系列，是差不多伫入冬了后的十二月左右，甲到过一年的春假期间开始卖。今年的山药足起来未哦？啊，不是，迄个到了六月就有吗？对啊，问题是都无开啊。哦，无调。新东今年山药是两成哦。啊，啊，迄个我就讲，你等下做起来咧。我见你做到。好，到你咧。好，我来。那你要做还是自己吗？哎呀，即摆咧做是阮的哦，做大。哎，做大。哦。做大是几人份？三到四个。四个人份。哎。阮叫的是特大，但是阁有一个号做超大。啊，所谓超大，当然就是爱好一大群的少年人来解决咯。阮的哦，四人份的。从头到尾来个看详细，讲看人是安怎做，怎啊用石花的做法。汤也要食较绵，要食较甜的，要食较香的。甜的呢？嘿，有双小的啦吼。有双大的。大的。OK， 这样180。啊，你多开了啊喂。那外带啊吼。好，拉你工作。哦，水哦，水哦。这特大。特大呀，四个人分的嘛，对不？哎，四人分。你要冰爱管是啥？就是炼奶，炼蛋，我要去吃下子的，你搁家己加。哦。所以啊，我你就要开箱，看你也不用跟绿色一起生鱼。酸青，所以说你可以。酸青哦。所以你也当吃的较酸的，啊，吃的较甜的，安尼交叉口味，安尼。哎，他不，我跟你讲，先这种冷冻的，冷冻的伊有跟建议的，喏。
无来讲，那双麒麟这种双的，伊讲这种吼是天然的啦，啊，另外这种是较用香料的，较香安尼啦。啊，但是双的唔是，无来伊讲这个冰底啦。冰底，冰底安怎？雪花冰比较香嘛，这个冰，这个雪花冰。这雪花冰是天然，是天然的。啊，另外这种雪花冰是雪棉冰，是它用的，啊，它用的有化学香料，它怕。我的问题是讲，伊这個冰唔是，不，伊这個芒果唔是无冻起的，用冰的用冷冻的，够唔咪？应该是冷冻吧？啊 ，OK。你话冰是，这个全是冷冻嘛，对不？冷冻的嘛。冷冻的哦。冷冻的。哦。啊，什么时候来？这是现菜的。腊月啊，腊月啊。腊月吗？今年唔敢讲。我以后农历过年啊，我就唔吃，即个没有冰冻。哦。唔吃时间唔知影。哦，即摆是无法度。哎呀，加价过。哦。啊，加价过拢无冻掉啊，无搞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因为我一块啊，那量没有那么多啊。嗯。我有加价过啊。你有加价过啊？伊袂伊。我都好你啊！对啊，上好啊，生日派。好吃啊！一些不，一些节做这介绍下喏。他小份哦，一百二。大份的，像黑黑芥白大份的，180。阿兰姐，特大。特大。210。210。哦，那很便宜啊，四个人吃。对啊对啊。哦，阿哥超级特大，沙发微波。哦，超级特大，这个我们的脸盆来带一份。嗯，那今年为什么农历之后没有新鲜芒果？因为屏东那边真的很惨啊。哦哦哦。我可能会，有开花的，就遇到那个南风来就没事。无啊，甲屏东什么关联？你玉姐本身就是。南风来就死啊。无啦，我讲甲屏东什么关联？玉姐本身就作水芒果。我一定用屏东的啊，二月农历之后到。那边比较热嘛。从那边。那我们预警的差不多五月尾到七八月。不定了，我们上次。哦，你即摆，你就是算讲冰冻的是迄个为农历过农历年过后，加四月迄个时阵，清明年假有新鲜的。哦，拢足少啊！哦，啊，限量是啥物意思？限量是一个人家人叫一碗是啥物事？哦，哦是，哦了解。这是啥物牌？这是什么茶叶？对面那个阿姨用，以前用，以前用那个砂糖和炒菜，那个来煮。哦。我们用砂糖。家己的砂糖。对。哦，哎，这是阿三姆的吗？对对，应该是阿三姆。哦。哦。哦。伊按阿姨分大杯啦，伊讲。伊老人讲唔教得好话，伊无得哎。哦，本大杯。哦。啊，有得卖哩。有得卖，你一定看嘛，只要你看。浪啊，无双啊，什么？这是迄个西拉雅，迄个。哦。图腾啊，啊，这只是阮的吉祥物，叫无双啦。哦，无双啊。嘿。啊，沙运是。沙运也是啊，西拉雅迄个。哦哦哦。公仔啊。啊，这打卡浪是什么物件？那银河我唔知咧，算他们的吉祥物啦。哦哦，西拉雅方块就是他们的吉祥物啊。是啊。嘿。哦。阿鲁科阿里啊，哦，阿里这日本的通哦，上感谢个。西拉雅方块处。哦，说哦，西拉雅风景管理处啊，哦，感谢个哦。嘿，台湾。台湾真好。啊，伊是伫咧湖岛店家。哦。十几年前了。正剑曾经伫台南地震的时阵重建，阿头家讲是市长赖清德答应的，所以因非常的感激。分店以外，因另外一边啊，阁有一间分店。啊，少年若是看网络，拢走来这间分店。